do you cry? Why do you cry? Not alive, still alive. Why do you cry? Still alive.成长不可兼得，学区好的房子呢，往往价格不便宜。哈，大家好，我 Joyce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顶级学区的新房，价格呢当然不便宜了。有兴趣的，请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在辖区位于 Katy 的中心地带，列中过程只有19分钟，到亚洲城只有10分钟左右。这个是目前市面上仅有的满分学区的新房，而且税率超低哦，新房的税率只有 2.55。如果自住的话是 2.04， 物业管理费一年是1300。铁门社区这个地理位置是非常优越的，靠近高速，小区的最低起建价是41万起，有40尺面宽和50尺面宽的产品可供选择，户型多样化。先看这个户型是2675平方英尺，四房三卫，标准的起建价是45万5900。如果喜欢这个户型的话，是标准的起建价格加上地块和升级的费用，升级因人而异啊。目前有不少在建的期房可供选择，有几个现房。后面会陆续推出。这个户型是40尺面宽的，面包房有很多升级。因为学区好，位置优越，这个小区一度排队了长达几个月。目前的无需排队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添加我的微信索取更多详情哦。有什么问题欢迎在下方给我留言。Thank you.